好，我们最大的一锅出来了啊！火锅加上我这锅红烧肉，大家看嗲不嗲？可以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胖。这个我们在泰国，就每天要想着花样来生活。哎，今天你知道我们去干嘛吗？去朋友家烧饭吃。哎，这吃个中餐就太难了呀，这里，所以自己做。但是呢，在公寓呢，它因为都是电磁炉，你知道吧？就这个烧不了，一烧个只烧个三小时。这个我们今天去找有煤气灶的地方，去找个有煤气灶的地方来烧饭，靠谱。那我们去朋友家做饭，总不能空双手去，对不对？总不能拎两瓶可乐就去了吧？这个，因为我也会做饭啊，所以这个，也去朋友家自己露一手，这个最起码就做一个菜吧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也给他们留下一点精神食粮，这个，所以我又拿出了我的拿手成名菜，就是红烧肉加排骨啊。这个，所以我们现在在那个叫 Lotus 莲花超市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里的这种。就是类似于我们国内的这种很好的那种紫排，才卖16块钱一斤，这到哪里去找啊？16块钱一斤。OK, thank you。然后这个五花肉才 OK, thank you。五花肉才17.3块一斤，17块的五花肉哦，有点贵。国内我记得13-14块吧，反正我买了两袋，然后给我切好了，一袋就是134台做20块钱哦。国内便宜，五花肉稍微贵一点，五花肉30多块钱，这样的五花肉4条，可以啊。其实我最喜欢是它的这里这种猪脚圈，它就给你切好的，你知道吗？像这种就很便宜，这种杂牌就我们煲汤的杂牌，它才卖6块钱一斤，这跟不要钱一样。哎呦，我在莲花超市发现宝藏了，鸭肉，这个是很少见的在泰国，所以你看它卖27块钱一斤，整个鸭胸肉，这个是鸭下巴。鸭下巴卖200，就是21块钱一斤。哦，这个东西在泰国很少见。你像这种鸡肉，在泰国其实是很便宜的，它都只有10块钱一斤、8块钱一斤。有鸭，对，它有鸭子，直接牛逼。这个是应该叫是三角嘛？这个就是肯德基的三角，对吧？8块钱一斤，这个鸡腿8.2块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是鸡肉泥吗？哦，它这里的鸭胗真便宜，鸡胗、鸭胗。我天哪！真品，它心才卖4块钱一斤，5块钱一斤，我天！我们本来说只是买点红烧肉做上门的，结果打电话告诉我他们也没有买菜，这啥呀？我去别人家做东，这变成我上门烧饭了。来，买了一车，我天哪！吃不起啊，吃不起啊，吃不起啊！哎，就这样的别墅啊，也蛮好，哎，什么时候小胖也搞一套别墅啊？我们先做饭。哎呀，总算找到煤气灶的地方了，然后
在泰国这个水啊教过大家了。我们先烧一锅红烧肉。今天我们火锅大餐，本来我们是有个主厨的，主厨昨天晚上拉肚子了，现在是我这个备用主厨来开工了，本来都不用我干什么，对不对？这里有个大厨，现在变成我来干了啊。这个所有的反正调料该背过来，这个是待会吃火锅的所有的牛肉啊、猪肉啊，我们搞了这么大个拼盘，你看这么大个拼盘才卖60块钱，对吧？然后这是啥？这是皮皮虾。哦，他们买的皮皮虾。哦，还有蟹。哎呦，这个可以的。这个是葱、蔬菜、金针菇、菜，对吧？当然还有小胖这锅肉啊，先焯个水。我焯个水还焯那么慢？啊，这个，哎呀，好饿，我24小时没吃东西了，就为了今天这一顿。哦，还有一个从国内诸葛给我带过来的火锅底料，这个东西只能从国内带，当然国外也有的买啊。哦，还有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鱼，也不知道什么鱼，先拿出来。然后这个是，哦，这个是蟹，梭子蟹。冰块，哦，这个也屌，这个叫鸡脚筋，也都拿出来了。哦，还有香肠，来，下面就是一些饮料、豆腐，还是很丰盛的。稍微焯一下水，因为泰国猪肉它没有脱过酸，就是有股尿骚味，好好说，这个没办法，这个只有给它先焯个水，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。我们这个杭州话叫什么？油里煸一煸，对吧？就过一下，然后把这个五花肉的肥肉啊，油里给它稍微炸一炸，弄点猪油出来，这样就不用倒色拉油了。然后呢，慢慢给它翻炒，炒至金黄色啊。然后我们最后再炸，哎呀，怎么做我就不给大家说了，给大家看成品吧。我们再炖了，我们就不管了啊。这个烧红烧肉肯定大家会有两种声音，一种是用糖烧，那像我之前去过出差嘛，江西那里它是用糖烧的，就是用糖上色。那像我们江浙沪它是用类似于酱油上色，这个我觉得大家就不要纠结了。我想想看，一定会因为这些杠，哎呀，怎么烧红烧肉你都不用糖呢、啊？怎么怎么？我们那边不流行用糖上色，而且糖的话要用冰糖什么，在这里买冰糖也是件麻烦的事情，所以我们用的是酱油上色啊。这个，哎。顺便参观一下别墅，反正那边在住的。哎，哦，这里一个房间，它是个平层啊。哦，这里有个房间。哦，这是个客通的，它这个跟客厅这个是通的，共用一个洗手间。哦，这里啊，还有一个房间。一个洗手间也蛮好的啊，这样的我们的肉马上好了。这个好可怜，我们没有锅盖，老外已经像模像样的，这个刀都不大好使，哎，就手把葱扯了一下，再焖一会儿。哎呀，海外生活的兄弟姐妹不容易啊，不容易啊。这个我们弄完了我们就吃，然后这边也都好了，然后火锅也准备好了，海底捞的牛油，这个蔬菜，然后外面我朋友他们还在洗其他的菜，口水都流下来了啊。然后我们再会做一个刚才说的这个生菜我们打算做蚝油，然后其他的就是算了啊。吃火锅是中国人在海外最喜欢的东西。好，我们最大的一锅出来了啊，火锅加上我这锅红烧肉，大家看嗲不嗲？可以啊，我们这都是把蟹跟皮皮虾直接丢到火锅里吃，够好吃吧？就我们在吃的这个都吃不完，这个也是皮皮虾、鱿鱼，整只蟹放进去，红烧肉，这肉好棒啊！蟹、鱼、西瓜。关键是一盆菜还没动呢，那边是啥？这个我也叫不出什么鱼。哎呀，吃撑了。这个平凡而又简单的一天，拜拜。